主题是亚洲投资人的关系连结，我们首先要邀请我们 TRI 的理事长沈富富女士来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一年来会务的推动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我们 TRI 事实上是从去年年底成立的，那这个我们这个成立之后呢，在国内的主管机关还有我们的会员还有 IR 的这些先进的一些支持之下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呢已经举办了70余场的这个课程还有讲座哈，那也跟台湾证交所进行了一些专案合作，来提升企业的成交量的这些等等的规划哈。除了提升我们台湾的 IR practice 还有从业人员的能力哈，我想与国际市场去接轨哈，就 TRI 当时在去年成立协会的一个主要的宗旨之一啦。今天非常高兴参加台湾投资人关系协会年度大会及亚洲投资人关系连结论坛。投资人权益的保障是资本市场健全发展的基石，现今企业的经营环境跟商业模式呢都较以往复杂。英文很重要，不要看我们是台湾传统艺术，台湾的文化还是有机会站上个国际舞台，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发展。各位到我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英文的公司介绍，可以看到英文的财务资讯，这个都有赖于我们金管会的指导。那孙博士在今年年底也即将光荣的卸下台积电的职务，那我为了感谢孙博士对台湾 IR 界的贡献，那 TRI 在这边特别准备了一个专业的贡献奖，也就是最佳 IRO 的讲座，我们也要由我们的孙博士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协会的沈富富理事长亲自颁发。投资界的人都说看公司要看公司的基本面，我可以跟大家说做 IR 也有它的基本面，那这个基本面绝对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作秀，不是 put up a makeup。 Greetings from the National Investor Relations Institute, recording from Washington DC. My name is Gary Branch, I'm the President and CEO, but I wanted to send my regards for a terrific正式宣布 TRI 国际投资人关系战略合作正式启动，欧美亚台跨国合作，我们让 IR 来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说一些培训的工作，培训工作是什么的呢？就是除了就是给 IR officer 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也会给一些董事会做培训。Led by the Stock Exchange of Singapore, and you know we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And as I said, when I decided to relaunch the membership in 2012, 真的能够照顾公司各个面向 ，balance 所有不同 stakeholder 的 interest 的一个董事会，它有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它是不是有 diversity？ 环境的部分的确还有 carbon disclosure 的这个部分哈，那事实上就是说也是看各个 产业的特性啊。那在电信业原本在carbon disclosure 这个部分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